这是一个企业的坚守，这是一个企业的承诺，这是一个企业生存百年的秘诀。爱多美中国公司在注定不平凡的2020年华丽绽放，2022年将不忘初心，坚守原则，继续创造辉煌。爱多美自2009年在韩国成立以来，一直稳步持续的成长，是一家在全球拥有22家海外分公司、超千万消费会员的流通企业。随着爱多美在全球市场的蓬勃发展，朴韩吉董事长对中国市场更是青睐有加，不仅关注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渴望与14亿中国消费者分享爱多美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因此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中国。2017年2月，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山东省烟台市重点外商投资项目，正式落户烟台市高新区，入驻中韩产业园及国际招商产业园，并投资建设爱多美中国产业园。在园区建设的三个阶段中，生产小型厨具、环保生活日用品的一期工厂已正式投产，二期用于生产和办公的综合性保健食品生产基地已投入使用，未来的三期将与十余家优秀的韩国供应商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爱多美中国产业园，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产品。爱多美也将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拉动餐饮、旅游等行业的消费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爱多美作为一家跨国性产品流通的电商企业，在进驻中国后将继续专注为顾客提供自主品牌优品良价的大众精品，建立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电商平台。同时，爱多美也是首家在烟台保税港区正式登记注册的跨境电商企业。在这里，消费者可以免费在平台上注册会员，享受会员价购买产品。而且，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好的服务体验，爱多美中国还与符合资格的经销商法人主体签订合同，由经销商为顾客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让更多的人了解爱多美。爱多美始终贯彻 GSGS 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符合要求的产品，让消费者享受到爱多美海外的大众精品。同时，爱多美也在中国本土积极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优质商品，通过爱多美全球平台出口到全世界，为当地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为了更好的服务市场，提升服务质量，爱多美相继在福建、山东、吉林、上海、北京、广东、四川、湖南、河南、重庆成立了分公司，并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分公司遍布全国的主要城市。爱多美为了让消费者在最短的时间收到产品，还构建了良好的物流合作体系，也为经营者提供了支持与帮助，实现齐心合力，共同成长。未来，爱多美将在中国一如既往地坚守原则，树立正善上略的企业形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全力打造流通枢纽的核心，超越顾客感动，帮助顾客成功。我们是引以自豪的爱多美。